面去唱的话，应该这个你稍微看一下那个调式在写，应该都还蛮准的哈。如果说男生是唱降 B 调，女生大概就是唱差不多的 F 呀啦。女生啊、哦？嗯。A 降 ，G 调不是。G 调还有。F 先给了。真的吗？哦，安尼无升 F 啦，好不好？小可 G 调我今日上悬，因为降 B 甲 G 调嘛差不真济呢。哦，这调爱小可注意一下哈。咱来点唱机啊吼，各位咱和平咱来讲啊，我都唔知调是啥物，你就甲会记哩七个英语字就好啊。唔是 A B C D 啦吼，是 C D E F G A B， 就是哆来咪发嗦啦西啦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啦。你甲这七个调吼，甲记下啊，连甲你来碰到啥物歌时，那个调子出来，你就知道哦，大概在什么什么调安尼吼。安尼是较好讲，甲咱个调吼，甲用一个啥物，较咱适合个啦。吼、哦，你若唱到无适合调，就艰苦个呢。你捌唱到个无适合个调无？因为我拢会先调啊好啊。我哩先调啊，有当时啊，用用啊，用用来先啊。所以，我一般若要唱，拢爱对过你啊。嘿，你拢会先对过，伊足讲话拢先对甲认真啊。我是安尼去看着写个啦。你无对，你毋知伊到时做。对，有时候调会做错，嘿、啊，有时候男跟女写错，啊，你就害啊。你若查甫啊，甲写到查某个就好啊，调同款咯。调伊做对哦，但是伊个你查甫写到查某个，啊，你就点男调的哇，唱到女调，那就要去做做一个调整哈、啊哦。啊，所以咱先甲咱讲，咱若有好朋友来，就讲这个男生应该是唱降 B 调的哈、哦，降 B 你知哈、哦，七号半安尼哈。来，啊，咱甲看这个歌词者，伊当然这日本歌甲翻过来先呢。哎，台语咧做的先，应该是甲迄个日本的这个艺术可能嘛是一种情感嘛，是差不多同款的啦哈、哦，真怀念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淡水，较早伫淡水的淡浪来看安尼吼，怀念的淡水河边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歌词哈、哦，这个算华尔兹哈，嘣、哦，掐掐，像速度的话，你也要知道要调整一下哈、哦。我对唱的时候感觉上慢，啊，我拄好把调紧差不多三速啦，本来是70，好像74啦，我改用77啦哈、哦。所以讲唱歌一定要讲啥物，家己的速度调好，气在调好。你的情感也相拍，好不好？来，咱来看红龙当初的情感信号。这个网络上有很多歌星或者是歌手，也都是有铺啦。哦，但是我感觉我所听听的喎，我遐听遐听，我听听红龙红除外，因为他是原主唱嘛。我听听像这样想味道，嗯，王力宏，王力宏，较早要无出钱的时，伊录的伊伫八大录的时，我那时候唱的味道也无输红龙红的，伊个大把味道，声个阔哦，赞哦。所以你来看。金明的水流声对不？啊，你要唱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一些音，你把它装饰一下。金明的，哇，金明的，哦，你甲 A 者，金明的水流声，水流声。这个啊、这个圆滑的部分哈、哦，其实那个水流声有感觉。水流声，哦，这个一句嘛哈。哦为何来这稀微？哦，这稀微，这稀微，这个稀加稀，就差点装饰音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会唱歌的人或者是一些歌手啊、哦，他自己会去装饰这个东西。当然，我们的这个先听到的是红龙一曲出来，但大概呢，他做了应该就是差不多安尼啦。你讲要搁加咪出来，但是感觉怪怪，吼、哦。啊！你甲加这个所在呢，应该是拢一般人去做的，所以我甲你强调一下，为何那会这稀微？哦，微就好啊，啊有诶，毋是哦，为何那会这稀微？哦，这两个是一种味啊啦吼，就是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，但是是另外一种味道啦吼。后来第二段哈，这总共有两段啦吼。来，迄、那个第二段是想起，哇，想。是，这个五个音嘛呢？想起是我伤悔，差不多拢安尼啦吼，差不多拢一句一句，这个换气的点就差不多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差不多啦。想起是我伤悔，有转音吗？有啊。是你我伤，哦，伤悔甲伤悔，一音对三音嘛呢？你若要甲转一下咯，伤悔也是点滋味吼。这个滋味嘛是一个装饰音哈，一点滋两个音哈，味。我说这个都是稍微我们唱歌会把它装饰的音啦吼，甲加一下安尼尔啦吼。问候点在何边？哦，这较简单。问哦，第头一个问啦，问啊，而且问哦。问，甲唱头一个唱问者，啊第二个甲唱问啊，问好点在何边？
情话讲袂离，哦，离离离一，哦，往上一个音，离一，哦，应该是比如说嗦啦，还是啥物？哆瑞啦，吼，就应该是嗦啦，吼，就这个音气啊，离，啊，上半音就这尔吼，过来，过来一句，吼。雨中的淡水河边，你看这河边哦，欸，我们这个所在一定要稍微改，改洗啊，给它水，稍微改装饰更漂亮一点。在转音当中呢，欸，嫩嫩啊 ，QQ 啊，那种好贵啊，灯贵啊，音出来的话，雨中的淡水河，河，哦，欸，那四连音就是就这样子，很顺畅的把它往下，哦，给它顿落来呢，河边。啊，河西的音，啊边就变一个音就好啊。河中的淡水河边，哦，河边，啊，这个拢赶快加咧拨开。这个歌好唱是它的换气点，你要过来哦做后一句的动作是真好做啦。哦，无迄个讲哦足急的，还是讲用用的，无，还是讲爱拖一句的无，就是足顺足顺，咱就是过有啊。河中的淡水河，啊，甲边就好啊哈。是我迷恋的河边，的河边吼，河边吼，来，迄个叫做青春梦，随风飘起，都是一句一句的哈。我也就河边，应该后边拢大部分拢是呈现着一甲一的母的母音哦，差不多讲一甲大部分啊，甲一的母音嘛哈。这是每个作词作曲的人，他会做一个押韵呐。啊，有的歌嘛，无一定哦，有的歌吼押韵变个变化足大。我讲你小号做歌，伊押韵变化足大，先搁唱足顺嘞哦。啊，这个就比较稍微就是一一一一安尼咧做尔。怀念怀念怀念淡，来，要头拨开只，咱来拨一下吼。啊，你若要弄我开嘛，无紧啦。可是我听一听，都是加个淘宝就好啊，因为后边你的边要改修饰更漂亮一点哈、哦，尤其是那个河啊哈、哦，一般那那河的心，它不是做转音，它做一个颤音的动作，哎河，哎河，我啊颤音一下再把它那个边做出来哈，怀念怀念怀念淡，我给你淘宝的啊淡就随便写，随便写嘛，闭口嘛淡。水的河边，你感觉足好做诶！你感觉这个洞甲水的中间头部一个开，后壁的边就足好解，边出去用鼻腔的音，音你会觉得很好推了，因为鼻腔共鸣后面已经是高比较高的音了，就是你咧杀个时，你感觉讲后壁的迄个右锣的吼，迄个抖音的所在，你会慢慢的把它做一个呈现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第一段嘛，对不对？它总共就是两遍半了吼。第一遍、第二遍，啊，然后后边佫接一遍，除了接不中，那是接到第二段啊，吼，就是接第一段、第二段，我嘛袂记，反正等下看要怎走啦。来，迄、那个小木，小木，这是平音啊，吼，拄啊是金叶啊，啊，即嘛是小木，啊，比如说多多，啊是嗦嗦，啊是瑞瑞这边吼，啊，下加加做一个小木的月暗暝，吼，该闭口了，闭口哈，暝音啊。为何偏偏要想你？大概我刚刚的转音的地方，现在也都是照这样在做了啊、哦。后面就是我刚才讲啊，每一句后面大部分都是坐在那个押韵的“一”加“一”的这个中间啊、哦。来，一条说，明知呀已经无缘，啊，这个“嗯”啊，也是放不离。我拄啊。唱起较快，所以即马较拄好吼。来，迄、那个叫做问啊，毋是是男的吼，是男的就爱拍拼拼尔吼，毋是拍拼，是拼吼。是男的就爱拍拼，来勇敢过日子吼。啊，你要知也可以啦，我是唱知尔过日子。故乡的你老爸母，你老爸母，爸就变母了，爸母就两个两个哈，我把那两个移到爸就变做故乡的你老爸母，跟读很快，可是他在唱好像是唱爸两个啊母两个，故乡的你老爸母，另外都得好，我讲他清楚是。
两个白，两个女老啊，吼，吓啊，甲拄则无啥共款啦。拄则是吼，拄则是当歌词，是拄则个歌词是唱完来只歌咏的你老爸，安尼俩，变成前面变四个音，后面变一个音。啊，现在如果北部的话，你也可以怎么唱呢？两个北部，安尼甲唱过来。歌咏，较快，歌咏的你老爸，吼，好，这样也可以的吼。所以讲，咱有当时咧做这个音的时候，你来唱哦，熟了，你就知讲，哎，这个音把它移到这个拍子，或者是这个音把它移到这个拍子，哎，做出来的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哈。你老爸母，安尼就好啊哈。万我心公会兄弟哦，兄弟哦嘿，哎，台语歌有时候会唱成什么的？兄弟，哎，当然姓兄弟啊，我甲注意听，人一直姓兄弟啊。都可以啦，这个有时候吼，我们在边来讲起呢，有当时伊就故意唱乡里呢，有当时就唱乡里吼，这个《红楼梦》它是唱乡里啦吼，咱就先叫乡里吼，过来迄、那个上，哎呀，无情的河水流去，轻轻啊去就好啊吼，我也怀念伊，应该是伊啦，不是你啦，伊，过来。怀念，怀念，怀念，三个怀念哦。怀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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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要头部去伫遮，伫遮，但是尽量靠技术的吼。你看，当，吼，就输较大个，人个安尼轻轻啊，吼，无啥感觉个啦。嘿，怀念，怀念，怀念，当。水的河边，哎、欸，用鼻腔有没有？先把那个音推出去呢，你后面留一些音啊，差不多一半一半啊，准懂？鼻，听听到我哈、啊，这个就是颤音嘛，抖音嘛，你要去慢慢练那个频率嘛，哈。我想讲，等下你把它唱弹几下哈，敢袂？试看嘛，好不好？等下无啦，咱唱一段啦，等下我先唱一段迄、那个。台语的了，我来换一下吼，迄、那个原主不是原主唱啊，原曲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对老师，我讲一遍哈，我把它稍微重复一下，因为啊，这个歌有的人都已经很会唱，我知道有的人很会唱，但是有的人可能稍微有听过，但是没有那么仔细啊哈。这个本地一直都是平平的歌啦，你若无改遐装饰音唱的，其实嘛就我唱的歌啦。可是我是有把它加一些装饰音啦哈。讲迄个较油啦，较油还好啊，吼，较油吼。今夜，今夜了，今夜的水流下，好、哦，这有一点转音了哈、哦。为何来这稀微？我就两个稀一个咪呀，哈、哦。啊，有的不是哦。为何来这稀微？就变作等多调，稀一个咪两个咧，哈、哦。这个你要去知道这个的关系的哈，伊、哦、无同款的所在，对调安尼俩，哈、哦，过来。想彼时你我相会，其实我相当在当音哦，也是点滋味。好、哦、来，问是问问好吗？下一句哈，莫、哦、着问问好，点在何必？情话讲袂离。好、哦、来理解，好、哦、来来，这条、个、是。河中的淡水河边，要转那个河啊，河还蛮细腻的哦。河边是我白恋的河边，过来就是这个，哎，青春梦随风飘起，全部几乎都是每一句每一句这样换气，很简单的、啊、哈、哦。就是后面最后一句，我会稍微在那个档跟水中跟头部开安尼啦。我也祝福你，怀念怀念怀念淡水。哦，但这个迅速的哈，淡较久的。怀念怀念怀念淡水的河边。想着跟小哥来赞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唱一个日语跟一个台语，一段一段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段就慢慢导播老师吹起来哈，在后边吧。火吹吧，火吹吧。雨的雨的雨永东桥，永东桥。阿妹喏，永东桥。啊，我先来唱一下，拄只来讲个这台语哈，我就来一段就好，一样降 B 调，速度77，安尼好不好？来，咱来这个连耍台语。女调声音啦，哈，我嘛是女调声音啦，啊，因为我这是多边调啦。来，连耍，甲听一下日语甲台语各一段哈，来，共同欣赏。
声，为何那会这稀微？想起是我伤悔，也是念一位。问问苦，不知何处，情话讲袂离。是我迷恋的河边，青春梦随风飘去，我也祝福你。怀念怀念怀念人最的河边。